反贪攻击查获阮姓主嫌三人，所查获的越南制猪肉制品重达322公斤。那其中确认阳性或是疑似感染的猪肉制品有168公斤，那里面有119公斤鸡肉丝，我们怀疑与高雄冈山日前所查获确定阳性的制品是同一产品。那最后一次查获的77公斤，目前还在送验中。